你想拍片啊？哦，好啊。佢做一架冇冷氣，做一架勞斯萊，係咪老夫豪定開龍？三二呢架同埋四六八咯，即係開龍啦，最好架，即係一間嚟嗰架，一間坐開龍班翻嚟。咦，咁啱嘅，我又係喎。咁啱嘅，又係喎，我又係喎。你又想坐開龍班嚟？係啊。先坐完三號線，
咗起身坐久啊，即係都幾早啊。即係仲有下晝嘛？下晝24啊嘛，應該唔知睇下接唔接更，接唔接到更先啦。之前我試過等下晝，但係個晏晝冇出，我驚下晝有晚等嘅狀。如果我下晝真係接唔到更，咁尾車可能真係依架啦，依架嘅咧，佢話十二點幾啊嘛，好似話十二點幾啊嘛，睇下接唔接到更先啦。跟住坐巨龍，巨龍好啲或者上一號影仔，我都習慣咗坐老虎凳。有些人都去了三號絲嘛，有啲人，好似頭先看到。好似有班迷想上車喎。
不過但問題咧就係咧，點解無端端明明 JR 嗰啲有冇 lose 咗廣告？廣告？唔係啊，冇咗啦！呢、這個廣告即係眼仔嗰個冇，全部眼仔啊！全部冇曬啊！係啊，六三九佢都冇埋啦，全部改曬嗰啲咩廢廣告 lose 都唔關事，都唔關人事嘅。電視開眼啊！不過行得你看唔到咧。当时有批续命嗰啲队员咧，又系两个礼拜，仲有两个礼拜退休都换新广告，我二三个几廿。但我不知道會有很多人在世界上